大家好，我们现在继续来打这个盟军敢死队深入敌后的这个 model， 这个是 PLES 二 D 版，这是第七关《仙剑奇侠传十里坡》。这个十里坡的全景图呢，我们就这样，这个小地图上就看得比较明了了。当然，你如果玩的是那个，增强版的《仙剑奇侠传》原版的话，也是可以看到这个全景图的，也是非常漂亮的。这个图的作者呢，他对这个草丛做了一些雾化处理。实际上，那个多士版的这个十里坡的这个草吧，它那个细节要更好一点，这个雾化以后反而看不出来了，没有对比呢就没有伤害。大家这个关卡看了。上次我们打从这个地方打出来，打了这么久，实际上这个草丛吧没有那个原来的那个设定好。我们现在就继续上一次打完这个历程吧，我们继续来打这个关卡。这个关卡人数呢是非常之多的，这个好像也是没办法。这个版本的这个作者吧，他好像就是以这个堆兵为主，但是呢每个关卡呢又有很多新意，也还算是一个合格的作者。我们上次打到这个地方，三条路可以选，左右上，结果我们发现好像左边上边好像都突破不了，然后呢我们转战了右边，突破了一点点。现在我们就继续来打，希望不要卡住，卡住就彻底打不过了。我们还是独个档吧。啊，这个笑脸，这个圆滚滚胖嘟嘟的笑脸就这样鄙视的看着我们说，你们两个过来呀。好，我们现在看一看这个地方怎么弄。这个地方有几个短库，我们呢按照我们常规的玩法，要先把这几个短库干掉。被帽呢还是准备好，把刀抽出来，准备他们冲进来的时候一刀切翻在这个地下。因为这个外面的这个哨兵吧，他进入这个草丛的时候呢，有就是有个很短时间的那个，算是视野盲区吧。就相当于从隧道里面出来了，或者从外面进到隧道里面，那一瞬间的眼睛吧有点那个视觉差，有点延迟，这个呢我们就可以利用一下。总感觉我的解说声音是不是太大了一点，我们还是用8号吧。8号我们看看这个引诱器放哪里，把这个引过来，一个一个引，就放这个地方就行了。我们先引这个，等这个走了再说，等这个家伙。我们一号看看刀抽出来没有。好，一号刀抽出来了，然后我们八号准备行动。这个 I 键和那个键还是很远的。哎呀，运气还是不好，每天开局都要开很久，这也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好吧，我们一个了，那上前面引了两个，放这个地方来，这样你这个人总听不到了吧。好像还得放过来一点。 This way boys， 反正没事多存盘就行了。哎，听不到你这个。必须等这个军官走，这个军官对引诱器还是有厌烦的，看到三次就开枪。俗话说事不过三，只能让他看两次。哎，这次不错，
开张了，开张了。哎呀，鼠标被我们的一个手发抖啊，这个地方好小啊。Okay, come on over. 好，这次丢好了，然后呢，我们来干这个第二个人。我们这个距离得算好一点，一号好像刀还没有抽出来。哎呀，这个这么大个狙击手，等他走了再说。哎呀，怎么还是你们两个一起来？双拳难敌四手，就是这样来的。哎呀，你这个好像在外面，我想把你捡回来。啊，这就对一点。我们还是重新摆放。哎呀，这个没存盘，讨厌吗？这太悲剧了。哎，就这个地方吧，我就不斩他了，先存了盘再说。好，轮到你了，把这个姿势调节一下。被谁看到的？这个人看到的。哦，对对对，他没有转过去，哎，怪不得。这个人看到的。哎呀，这个还只能等一轮呐。你这个人居然，这家伙。你也是普通的哨兵，哎，套绳，大家看到没有？这个就是这关的这个版本的作者，他在每个关卡里面呢，好像都设计了一个这个叫套绳的这个角色，隐藏在里面，以此来报复套绳对他的关卡的各种戏虐。哎，居然这关在这个地方，还第一次发现。好，我们开始玩我们的。怎么还是没听到啊？没道理啊，这个位置没站好吗？可能引诱器位置没放好。哎呀，引诱器位置没放好，这个引诱器放的位置让它进来的那个角度吧。我们看一下，它从这个地方走到这个地方，我们得让他从这个地方过来，这条线连线应该在这个位置左右，这样他进来就会倒在这个地方。存盘，存盘。好像一号还是在太里面了一点，还不行，我就直接把这个扛走了，估计是这个什么呢？这个尸体吧。可能挡住了一点位置，这个一代里面这个体积碰撞还是很烦人的，但说烦人呢也有利用就是了。你看从这个地方来了，怎么还是报警？我来得上面点吗？果然是这样，先存盘。把这个什么始终拿不到这个了。
哎呀，越丢越外面啊。这怎么回事啊？我怎么把这只手按出来了？还是这样丢。哎，越危险的感觉。这个我扛不住吗？哎，算了，那就不管了。好，开局杀了两个了，下面的难度就来了，这些全是固定哨了，先存一个吧。我们现在想办法把这个干掉。哎，好了，这两个也走。我操，打针打得这么惨。这边还没有，有没有什么利用呢？好像不该看这边的人都是看不到的。这个实际上也无所谓。准备行动。看这些人的视野也没什么卵用，反正都不止一个能看到。有没有这么巧？我操，你这个狙击手还这个狙击手应该可以无视他的视野。我们看看这个地方还有没有几，这个看不到这么远吧？这个看不到。这个呢，先杀这个。好像也不可能呐，先把这个杀掉。哎呀，怎么上面也能看到？好像还得等这三个人走过来才行。这两个人，不然他这个视野老是往这边看的，虽然看不到很远。先杀你了。哎，好像得先杀这个。上面那个狙击手的视野每一次都这么巧，有点离谱啊。有这么巧吗？东边不亮，西边亮。啊，杀这个，这一轮杀这个。这个。待会儿我把尸体丢出来。哎呀，这么巧。还是不行啊，这都不算巧了，好像是固定的，不应该这一轮杀。这个正在走过来，他肯定能看到。Just leave it to me. Okay.
哎呀，这样看不到了。我们这个地方好像需要认真观察一下。这一轮也不行了。看样子怎么把这边打过来呢？从下面下手，好像还是有点烦啊。这五个巡逻哨的这个间隔，一二三四五，好烦啊！只有这个地方有一个空窗期。他这个视野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就刚好可以看到。好像这个也是笼子。我拿这个引诱器也改变不了他们的视野，这个改变了没用，我是杀这个。哎，还有这种事吗？哎呀，刚才一着急居然成功了，哎，这还歪打正着。好了，这一轮轮到你了。你们这个五个人的这个循环的巡逻队，这一轮终于可以把这个空档区弄出来。这两个人也在往上走了，这个人刚好也转头，好，一切就是这么刚刚好。还能看过来吗？那个。好，我们得看一看这个，赶快爬回来。好像现在爬不过去了。赶快再杀一个，要不然这个把这个杀掉。哎，这次好像来不及。算了吧，忍下这口恶气，不能太贪心了。这个居然可以，我还以为这个成不了功了。Okay, come on over. Just leave it to me. I'm coming. That's easy. Come on over. 这很烦呐，扔一个俘虏扔得这么辛苦。Okay, consider it. 这样好像差不多。好，这个笑脸还是在这个地方笑眯眯的盯着我们。这个慢慢干掉了好几个了，下一个是谁呢？应该杀这个尾巴，好像杀不了了，只能杀这个尾巴，或者先把这个引过来。哎，这一轮好像可以引的。哎呀，这个看样子是天眼，上面这个人还保护着。还没看到吗？
你这个专门给你准备的吧？该死的狙击手！Just leave it to me. I'm coming, coming. Okay, that's easy. 好了，我们这个地方又完美的把这个干掉了。然后我们得小心翼翼的来丢这个俘虏。好，又是一堆，堆的这个草丛都堆不下了，马上要闷出去了。总感觉这个麦克风回音怎么这么大呢？存盘。继续下一个，这个空隙看样子是拉出来了，我们只需要把上面这个地方稍微把它修整一下，就应该没什么问题了。这个地方放一个引诱器，待会把这个定住，好像没什么卵用。算了，还是我到一边看戏吧。野人说：“好了，贝雷帽，把刀抽出来，准备干活了。”哎，这三个真是烦呐！这三个的这个时间差很难调到一起，杀这个还是很麻烦呐。就知道他会看，好像这个还是得用啊。哎呀，你看不到啊！好像没用啊，他这个视野太大了。杀你？难道是杀你？不可能吧！这个看样子还远呀，把这个引过来。怎么又两个看到了？我操，三个看到了！妈，这么后面你都看得到？凭什么看到啊？这个下面的那个又没在这个地方，你怎么会看得到？这个视野很大吗？这个军官视野，把这两个定住。这两个的位置实际上还是很好的，刚好在这个头部。这两个固定，这个叫什么呢？
叫正常的哨兵吧，不是聋子。时间要到了，你这个人好烦啊！这上面好像我得把他的这个步伐调一下，但这个步伐好像已经差不多了。这纯粹是我怎么把这个人的视野给他定住啊？但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是很烦的。这个地方有人看得到吗？我记得这家伙好像视野很牛的，但是也没用啊，我挤不动这个人。这个视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啊，这没用啊！这个地方丢一个俘虏，还是得先杀这个。你们三个人的步伐，这个速度还不一样，还调不到一起，速度还不一样。好郁闷呐、啊！我稍微再跑过来一点。你这边这个时间差这么巧，各种时间差不巧。我又想换地方，这边怎么这么难？啊，这两个又走过去了。这个不能和这个一条线，把这两个定住，没地方定他们两个。哎，可以定在这个地方。哎，好像还真可以啊。把这两个定在这个地方。这个放没放好？这个位置，我们来试一下。我们现在只需要躲掉上面这个视野，这两个人就可以切掉一个。哎，这个好烦呐、啊！切最后一个，切这个。要不我先把这边来干掉一个。真是多事，我没事去捡这个肢体干嘛？好不容易啊，一个一个来，我不贪心呐、啊。这个笑脸就看着我们，贪不贪心？刚才是不是把涛神给杀掉了？哎，这个是涛神。好了，我们来一刀把套绳干掉。哎呀，这三刀好难得啊！哎，这轮还来不及。想抢点时间，这三个好不容易同步了，
你们这几个，这五个又有点烦了，你们这五个稍微快一点，他们马上要回来了，你这个人还不过来。哎呀，不能冲啊，这个冲过去也来不及。这就是一个拼耐心的游戏。你们不要走啊！好吧，这看样子是天意了，这轮来不及，这两个人又走过来了，看看上面那个我能不能干掉他。杀这个呢？哎，杀这个也来不及。哎，这三个好难的同步那么久，我居然一个人没杀掉，又同步一次，这个又来了。总感觉这好不容易，这三个人的这个步伐好不容易同步，我居然一个没杀掉，太不能忍了。这个又走过去，这次回来他们这个步伐马上要错位了，然后越错越久。好像这轮还是来不及啊。哎，你们这个我定不住，这两个先干掉，然后这五个就可以一个一个杀了。感觉上当了，应该先把这边的杀掉，一个都杀不掉。现在这个视野还这么长，怎么又是那么多人看到？感觉这边有点不解的感觉啊。这三个不知道要走多久才能走到一起，然后还得把这边这个时间差配合好。这还钻不过去啊。要不我先走，先走一步，还是来不及啊。好吧，今天又卡在这个地方，上次打卡在吉普车那个地方。
哎，这一次是可以把这个干掉，不干掉这个还真有点亏了。我必须把这个干掉。看一看，赶快转过去啊！你怎么会往这边转？好，看看胖胖笑脸，然后存盘。这个长蛇巡逻队的空隙就又大一点了。这五个干掉了，才能把这三个干掉；这三个干掉了，才能把这四个干掉。环环相扣，然后才能把这两个干掉。哎呀，来不及这个。好吧，我们继续来匍匐前进，好像这次轮到这个了。啊，这个视野太大了，比我想的大，来不及好像。哎，这个还真来不及。杀这个。哎，好，这次运气太倒霉了吧，这个狙击，怎么你这个狙击手这个时候刚刚好看过来。我这个时间已经凑得这么巧了。哎，我找了一点，好像是可以的。哎，这个怎么搞的？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突然失去梦想了。这个这么快就下来吗？哎呀，果然是这么快。哎呀，上面那个又看过来，各种交叉火力。啊，这一轮看样子干不掉一个人了。你们牛逼。你这个好像也是马上回来的。好，决定了，先把上面那个干掉。你还不死？哎呀，你这个！有没有天理？没道理啊。
然后丢这边。哎，那就是不让我杀了，好像真杀不掉。这个视野刚好来回在这个地方。啊，丢这边也没用，丢这边也没用。想杀下面的这个也来不及，只有老老实实再等一轮。这两个也过来了，这两个刚好上去，我应该可以把这个杀掉。希望上面左边这两个草丛里面的长狙击手不要看到我。有够帅啊！杀这个。好，胖嘟嘟笑脸不在，纯盘。现在局面就越来越简单了。这个也是瓮中之鳖，随时可以干掉。哎，这个套神马还没干掉他。这个叫 PLES KIN 的人和这个套神是有仇的，因为这个是作者，这个是玩家，这个玩家老是把这个作者的巨门打得乱七八糟。这边还来不及啊，看看这次运气如何。希望没有巡逻队看到。我往下面走，怕了你们了。这边就是我的地盘了。看看有没有胖嘟嘟的家伙，存一下吧。这个好像没用了。Hello. Let's go, my friends. Okay, we'll try. Okay, we'll try. Just leave it to me. Come on over. That's easy.这边应该是完全开局了。好，这次好像可以杀一个。哎呀，这个来得及吗？来得及吗？哎呀，来不及，算了，先把这三个杀掉，这四个杀掉才行。不着急这一分钟，这三个又重合了。
这一轮的运气应该说还算比较好吧，这边应该马上可以把这四个干掉。这个死定了，纯盘，不如先杀你吧。我突然放弃这个梦想了，杀你好像更重要一点。这个没人看得到吧？这个地方等一轮再说，不能着急存盘，一不小心存成十了。等这个看一下，这个要是看不到，这个就肯定看不到了。你这个狙击手，这个头都不转一下，你这个视野居然能看这么远。他看不到就行了。好了，存盘。我们现在又可以来切两个哨兵玩玩了。这个地方应该是最难的，好多好多，这个时间差是很难凑的。那就杀你吧。哎呀，这个人又来了。把他给我定到这个地方，不准他走了。想走哪那么容易？哎呀，你这边来救他了。1234，这两个也走过来。哎呀，这一轮还不行，还得等一轮。好吧，你走了就是最后一次。想不到吧，我居然先杀你，这个人死得好冤枉。说老大，你不按套路来的吗？说好了杀这个的，居然把他先给杀了，这真是意料之外，我都没想到。看看这个地图，今天我们这一坨马上清完了。这个地图整体吧，估计差不多有十分之一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差不多。哎，你这个好烦呐，这么时候来，赶快过来，我把这个干掉。走快一点，一二一，齐步走。哎，被这个看到的。Come on over. Hello. Come on over. Okay. 哎呀，这么巧吗？你们两个。这两个狙击手看来是一伙的。总是和我作对。好了，看看这个能不能看到，看不到的话就可以存盘了。终于这一坨又解决了。这个野人说好，马上准备往上走，我先去探探路。这个野人就这样大摇大摆的上去了，看不到存盘。你呢？哎呀，果然知道你这个地方有问题，幸亏多看了两眼。哎，
这纯属操作问题。时间应该是刚刚够的。哎呀，看样子是不够，又大意了。你们走过来，这个视野应该是飘动的，怪不得，看，应该来不及。先杀你们两个，那就。果然来不及。这些聋子巡逻兵，居然是听不到什么声响的。为什么？你为什么能看到？你们这种护法牛逼死了，还让不让人活的？这个啊，这个也要过来啊。这两个时间好像刚好一样，还不错，这两个时间一样是最好的。但是我也没用啊，现在又得等。150度的视角。这个也过来，谁快一点？应该上面这个要快一点，赶快走啊！这个没走，好了，就你了。哎，我就知道是这个，又没来得及，得快一点。行动快快一点，然后马上往下走。好了好了，还是到我自己的地盘来。这会不会被看到啊？好烦呐！这个好像越丢越外面了。这个还得等一轮，看看他能不能看到。仙剑十里坡打了一小半呐，十里坡被德军入侵，也不知道在这个地方找什么找。先找时间机器。Okay, come on over. 看不到，可以存盘了。I'm coming. 哎呀，好危险！这个视野刚好过来，赶快进去。Come on over. That's easy. 刀抽出来，现在我们又准备了，再来干掉一个。这个第三个，最后一个。这一轮应该没什么问题啊。这两个 CD 看样子是同步的，每次都是这样。Okay, just leave it to me. Consider it done. 这个是不是丢出来了？你来检验吧，检验我这个。尸体有没有藏好？藏没有藏在这个草丛里面？好像还得等这个看一看，这个角度比较高一点，两个都看不到，那就行了。好，这边的巡逻队马上就解决完了，再来一轮。这两个视野果然是同步的，
哎，我是不是应该先杀他，不应该等？哎，果然是这样，这下你才刚好过来。存盘，存盘，这就叫随机应变。刚才要是犹豫一下，就失败了。幸亏没有犹豫了一下。好，最后一个，这五个还是六个还是七个巡逻队死得好惨啊！然后到了上面的巡逻队就比较牛逼了，他们知道一个一个长阵是很容易被偷袭的，虽然就改成了方阵，难度瞬间提高几百倍。一口气杀三个，我不想贪心。哎呀，我刚才说不贪心的啊，怎么搞的？还走那么慢？人好像都有点贪心了。这个能看到吗？哎，看不到，正好拉就行了。真看不到吗？我要存盘呐。好，现在我们进行下一步行动。下一步行动，先把这两个干掉。先把这两个干掉。这两个好像也有点，哦，这两个是龙子，哎，那就没问题了。这个是龙子。好了，砍一个。好像一次性会来两个。哎呀，来两个，你怎么来了？你这个怎么这个叫一声来这么远？你们这两个。OK， 那看样子我得往中间突破了。先把这个干掉，这个看得到吗？这个还是移动的，哎，刚好看不到他。被雷暴冲过来，一刀把他切了。好，准备出发。哎，这个看到的吗？躲一下总行吧。你这个走远一点。还是看到了，只有自己看到的。哎，果然是他看到的。这个时间没有跟好，强行冲过来。这个看不到吧？赶快走，来得及吗？哎呀，好危险！幸亏机智的抓住了这口气。这个又不知道丢没有丢好，这个俘虏堆太那个了，血腥重重被雷帽，不愧是屠夫的称号。这个屠夫在这个地方犯下了累累的罪行。好，看不到，存盘。下面我们就可以往狙击手这边走了。狙击手这个方向，这个干掉，我操，这个干掉这个好像很难呐。
这两个会看守他。哎呀，这个刚好差一口气。那就是应该，我们就应该是这样来了。我操，这个被全覆盖了！你在开玩笑吧？想不到吧？这个狙击手死了非常之惨烈，怎么这个地方还有一个人？好，贝德茂现在深入敌营。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怎么弄。这个是固定的，这个看不到，就只有这个。贝德茂在这个地方好像游刃有余啊，可以杀很多很多的。哎，对啊，我直接先拿引诱器弄几个进来。我操，这个引诱器一开，这么多人都要冲过来了，一个一个来算了。这上面是空档期，我们看看哪一个倒霉家伙走在这个地方吧。这个能看到。哎，哎，这个还要看。下面怎么搞？下面昨天没有上来。哎，不对呀，这个人我应该可以引走啊！开，哎，刚才怎么忘记了这个？我为什么非要在这个地方杀呢？直接把他引走就行了。这个人在这个地方丢一个，哎，这个地方丢一个那个就行了。我还是得先把这个杀掉。哎，又得爬回去。哎呀，误入白虎堂啊！好吧，我先走了。你们绕完圈之后，我就要溜了。被他们过来的唯一的目的就是把这个干掉。误入奇营，不得其解。现在解答方式我们找到，先把这个干掉，然后再把这个引过来，然后这个地方就全部打开了。这个人还看得到。看来只有这条路。哎呀，这个人居然人可以引你过来的，你还不是直接开枪吗？我操，这种人还可以直接引，还没注意。昨天打好像没有太注意这个人，只知道这个人好像
不能直接看到，看到要开枪的。你这个是往哪边转的？哎，果然是往这边转，从他背后绕过去。从他背后绕，好想一刀捅死他。这个，我不可能出不去了吧？好吧，出不去了，那我们就来硬的。哎，好像机会来了，把这个 CD 重新存了一下。哎呀，怎么搞的？这个地方还有个家伙。哎。哪里来的狙击手？刚才这个这么远，我操，还真是他！哎，这个刚才太不小心了，现在这个时间差居然找不到啊！放我出去 ！OK。哎。OK。We'll plan。哎呀，这纯粹坑我！完了，这还真出不去了吗？到处都是狙击手，这个转向又是往这边转的。我这个地方按道理爬在这个背后，他应该看不到的。老兄，你走快一点吧。OK， I'm coming， coming。OK， 哎，赶快溜，赶快溜，赶快溜！ I'm coming， coming。 哎呀，终于回来了。终于回来了，吐出一口大气。下面的就简单了，先把这个引过来，引到这个位置就行了。我贝雷猫躲在这个地方应该没问题吧？传个盘。Hello。哎，听不到。Why not？ 为啥你听不到？哎，居然能看到，还得往这边转。好了，这条横线没人了，我就不怕他了。存盘，然后我继而把这个也引过来。你跑什么跑？我才是跑得贼快的。没有这个横向的这个狙击手，就是轻松多了。这边就是随便跑。我又跑出来了，好像这两个也可以引过来，我们就用这个一招先的战术吧。被电话躲哪里了？躲回去吧，存一个盘。这个谜题一解了之后就很简单了，来吧，等你很久了，兄弟。我们不着急，一个一个来。Okay, come on over. Okay, hello, hellos. Okay, okay. 一突破，百突破。德军的马修和防线又被我们干掉了。
要打这么多枪吗？不要紧，那个是时间差的问题，我们多等多等一步吧，等你这个家伙走回去了再说。还是被他看到，哪这么巧，刚才都没看到。是谁看到我了？是你。好了，我们来看看这个。哎呀，你这个，哎呀，我直接扛回来就行了。继续。这个人好烦呐。这样终于过来了。好，最麻烦的几个我们已经全部解决了。但这个既然有这么长的视野，我应该直接在这个地方把他引过来才对啊，好像又走冤枉路了。果然是这样，我那个人不该砍，直接杀了我走了就对了。这个我躲在哪个地方呢？好像这个不能那样，不能那样，不能那样，他跑我就会报警的。哇，这个地方他都看得到，这个地方怎么看到的？这视野太巨大了吧！哎呀，真看得到！前面没被发现，看样子都是运气啊。先得过来把这个干掉。我们先过去把那个解决掉再说。把这边这几个人，这几个人解决掉了，这个中路我们就可以实现开花战术了。好，这个地方来安全一下，存个盘，然后我们左右开工几下，左右很少，这个是最烦的，先把这个干掉，在这个位置干它，这样这个看不到。哎呀，你这个又在保护它，哎。好，存个盘，然后好像丢一下这个尸体。这个尸体在这个草丛里面吧，一旦不丢好，就会滚出去了。好，下一个。哎，这个都还没存盘。哎，这个不解决，我这个都干不掉。I'm coming. 没这么夸张吧？八号过来帮忙。八号的引诱器，还是应该先把这个干掉。这个干掉，我在这个地方就可以随便引诱了。这两个是互保的，还拿他没办法。好吧，我们来一下人肉系，这些人老是和我作对。
人吗？阿拉阿拉阿拉，这怎么搞了？还是得等一个时机。这个他的视野好像超乎寻常的大，这边又没有安全点，全都是。我应该从下面来，我现在这个是可以干掉了，这个干得掉吗？好像也干不掉，还是从这个地方下手，杀掉一个是一个。哎，这个狙击手又这么巧。哪里都这么巧，再这么巧我就走那边了。你这个完全在坑我嘛，从这个地方走。把这两个引过来。一个一个引。来两个什么意思嘛？我刀都不好抽，抽刀断水。往上面一点。多存盘，再看看那个胖头像。哎，怎么上面又来了？那个不影响，赶快存盘，搞不好还可以顺路把它切掉，切不去。哎，你还来？好像有点机会。刚刚好，刚刚好赶上。好了，我们又开始这个辛苦的堆尸体。但是这两个实际上对其他那几个人没什么。哎，这里有这么多移动哨吗？现在把这个引过来，把这个引过来，这个也会被引过来。那实际上这个我应该在这边杀掉，这边把这个杀掉。先不管了，你这个引过来就引过来，无所谓了，反正最后都得杀。他为什么那么外面都看到我？我躲这个地方吗？感觉这个地方躲不掉。谢谢爆爆雪，我们今天都打了好大一部分了，你都没看到，这边才是精彩的。这个地方，这个局部呢，按道理应该简单一点。哎，这个人是从哪里来的？哎，这个人从哪里来的？我记得这个我好像已经杀掉了吧？又读错盘了？
Okay. 看样子没有杀掉，还是得杀这个。我这个怎么站呢？这个位置没放好，重新放。好了，看一道。这个快走。哎呀，我这个地方没存盘，多死。哎，怎么搞的？这是什么东西啊？胖胖脸在这边。存盘，不贪心，再重新来一次。我们再重新来一次，把上面这个引下来。好像听不到了，这样。果然听不到。听不到的话。谢谢暴暴雪的这一大堆东西。这个应该把礼物改成一个什么高手，不应该叫菜鸡。这个我把它引到这边算了，躲过这个视野。我现在可以在，哎，这个还有一个视野，哎，这个还来不及啊，还得先干掉这个。杀了一个人，来了一群人。把这个放下面一点。大家不要看他，这个赶快走啊。把引诱器捡起来，我们重新想一想，这个地方怎么弄？这个好像按照我们这个地方，这个是最烦的，还有这个视野也长，开始还没有注意这个视野这么长。我始终觉得这个是不是倒得太外面了？感觉好不爽啊！哎，把这个捡回来。啊，就是啊，这个看着很不爽。啊，这样就好一点。好，现在我们继续来看一看这个地方怎么用这个，怎么用这个。我们这几个时间差简直是天衣无缝啊，一点机会都不给。看看上面，哎呀，你不会一直这样对着的吧？我操，这个居然是这个样子的，让我用人肉办法吗？哎，怪叔不说前面这个地方一直失败，哎呀，这个人是这个样子对我这边就彻底没搞了。我们这个地方来一下，哎呀，这个地方也不行。我这个地方，这个也引不到那么远。哎呀，这边还走不动啊！哦，这个干掉之后，我可以来把这个杀掉了。我们看一看再说，看看效果了。
上次我们没有把这个地方打过去，就是因为这个不相守，有人保护他，现在没人保护你了。我这两个可以干掉一个，然后这个就可以被干掉了。好，一号换位置，移心换位。哎，这么惨吗？这个人最烦的，这个还不好引诱他过来。这个地方试一下，我试一下这个地方把他引过来。哎，这边这个视野了。啊，这个地方都能看到。走了。我在上面，哎呀，要特别小心。哎呀，这个怎么搞的？我躲下面算了。兄弟，你能不能快一点？你能不能快一点？上面那个老大要回来了。哎呀，都忘记了，这个是直接报警的，我得从上面躲，还得赶过来把他杀了，好像来不及啊，这个把这个封锁了，我躲哪里啊？躲这个地方，哎，好像真只能躲这个地方啊，躲这个地方，不知道躲不躲掉。好像躲不掉啊，放这个地方，我躲这个下面。哎，来两个就报警了。为什么这个人的视野会如此之长？赶快爬进来。哎，这个，我这个战术成立了。那就好办了。八号，你给我挡他一下。你这个人跑啥跑？哎呀，来！这个到底是你报警的，还是这边这个人报警的？还得跑一段，这个好像没地方躲，躲这个地方不知道能不能躲掉。我感觉这个地方躲不掉，啊，这都来不及，爬到这个位置就可以站起来了。随便你看到谁，
好了好了，这次绝对不会再失败了。待会我跑到这边就爬起来。哎，没看到，这怎么搞的？这怎么搞的？爬到这个地方就站起来。SX。哎，怎么回事？哎，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我爬到这个位置站起来。我操，还爬到这个位置，这个血液这个地方站起来。哎呀，这个好难受啊！这个解决了，这边就可以赢好多人的，就是因为这个比较超长的视距。爬这个位置。哎，这个鼠标没点出来，失败。这个好像丢了太近了一点。SX 战术，这么远。糟糕，这次好像那个了。哎，来，我管他。悲剧。哎，我为什么不先把他干掉啊？哦，干掉他来不及，还是得先干掉这个。这样都行吗？哎，没看到了。这次没看到。我平着丢，这样我在下面就可以早一点站起来。好像这个位置。哎，你还要进来？哎呀，对啊，他要进来那个。再来试一次，这个平着丢一点。你要进来吗？进来这个里面把你干掉。还真行。我这个地方存一个盘。你来送死。好，居然这样歪打正着，谁能想得到嘛？存盘。好，这个地方我们无意之间成功了，谁都没想到，而且还顺路把这边这个移动的哨给解决了。这些呢，就是这些好像就没有什么难度了。嗯哼，嗯哼，这个狙击手，哎，这个不是狙击手啊，这个不是狙击手，我先绕过来把它干掉，这边这两个就好一点。先把这个干掉，看看能不能溜进来。这上面好像我干不掉那个。这。这个狙击手隐藏的贼深呐，裁缝隐藏的够深的。
这个 CD 很难凑，还是得先把这个干掉。这上面有这么多人吗？这个还没干掉，这个可以引过来了吧？啊，这下面还没干掉，我刚才说把这下面干掉，这下面的干掉，哦，把这个引过来啊，对对对，怎么没有按计划行事啊？现在这个地方我就彻底安全了，没有任何人可以干扰我了，还可以把这个干掉，先把这个干掉。哦，哎，对啊，我躲哪里了？这样还是像刚才那样躲吗？这个看得到吗？哎，这个不走这个地方吗？我操，这个还看不到，还是只能防这个地方。好，继续来一下。这不好躲啊，这个关键跑不起来。你这个八号老是荡在最关键的位置。老是荡着我。难道不是这样打？这个好像的确不是这样，这个我没地方躲。只能放这个位置。但我躲哪里了？哎，没看到你还。啊，那这个感觉这个彻底不行了。这个看不看得到？我们看看这个视野大不大？哎呀，这个视野还是很小。真是麻烦。转移战场。大哥，听说你的视力闷得好。Let's go, my friends. Fellows. 哎。Hello. Okay. 你果然是视力很好。Common. 嘿嘿嘿嘿。视力好也有错啊。Common. 没错。轮到你了，等这个走了再说。一带一路俗称套路，应该放下面一点。你这个没，哎呀，这么爽的机会错过了，一口气杀两个。哎呀，我这个着急了一点，这个果然是可以杀两个。哎呀，这是你往那边跑了。哎，大哥，我错了，还是没丢好。
That's easy. Hello. 哎，刚才那次机会多好的。从我这里跑，从我这里跑。Okay. Come on over. 哎，你这个导拐导得太烦了。Come on over. That's easy. Hello. Okay. Reply. Okay. Come on over. 哎呀，好，赶快扛走。好危险，刚刚好赶上，刚刚好赶上。看一看胖头像，胖头陀。好了，没事了，存盘。这个7.2吧，先存着。这个地方没有突破掉。哎，我直接赢这个就行了，我那么着急干嘛？哦，不对啊，这个还要看得到，还是要先把这个干掉，要不然冲上来把它干掉。OK， 好了，现在又要表演我们的绝世计谋了。哎，这个地方还有一个人。Okay, we'll fly. I'm coming. Hello, coming. Just leave it to me. Hello. 看不看得到？弄反了。Hellos, I'm coming. Consider it done. Okay. Come on over. That's easy. Consider it done. Hello. Okay. We'll try. 哎呀，还不对啊，这个还没解决，还得把这个解决。你看多远啊，这个地方好像可以看，好像来不及。这个地方来一个高级战术。This way, boys. Okay, we'll try. I'm coming. 眼睛不要眨，大家。Coming, fellows, coming over. 哎。哎呀 ！Hello, okay, we'll fly. 哎，你这个 ，Hello, okay, we'll fly. Hello, okay, we'll fly. Come on. That's it. 这个地方不知道看不看得到。这就是这个盟军一代的高级战术。哎，你这个又失败。Come on,
哎，糟糕！没有这个人呢，就轻松一点。这个人还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地方，要不然我先丢一个俘虏。试一下，有这个人很烦的，这个时间差，时间差就是乱的。丢在正中间，哎，这个时间差也难找。再来试一下再说了，那就。你跑起来！哎呀！这死定了！八号挡在这个地方。当然不操作失误，应该两个都扛回去了。哎，原来你还这么久啊！好，我们又突破一个不可能的战术。这个就简单了，你不要跑啊，小子！哎，consider it done. Fellows, Corman, just leave it to me. Come on over. 算了，等一轮吧。等一轮，等一下这口恶气，让这个人多活一会儿。OK， 他的时机到了。哎呀，我好像应该往下丢一点。哎呀，哎呀，好危险！看不到我。好了，我们这一波操作非常之完美。好了，我们这个右侧通道终于打开了。虽然中间那个通道按道理应该也是可以打开的，但是我们遇到了一点麻烦，比较麻烦吧，也不说太大的麻烦。等他回来看一看能不能扫描到我这个地方。好，扫描不到，存盘，进去把它切掉。贝里猫说：“忍你好久了。”这个不会看到我吧？好了，这些狙击手就死得老惨老惨。这个地方还居然全都是这种哨兵。八号，我们来看一看，这边哨兵太多了，感觉这个又不好引下来，引到这个位置呢，有人看吗？没人看啊？这个看吗？啊，这个要看，只能在这个位置。我操，这个位置这个角度太刁钻了一点吧。存盘，我们来试一下。我们用肉身换真身。哎，不是你。没人看我吗？哎，这一波牛！
而且运气超级好。存了盘我再来扛尸体。Consider it done. I'm coming. Coming. I'm coming. 好了。爽翻天，这两个干的就很爽了。然后这边这几个我就可以。你这个是将军还是谁啊？德军中尉，这个是巡逻队长，这个是巡逻队长。我现在杀谁呢？来一个给我杀啊，应该是杀这个。但这些 CD 好像有点烦呐、啊，要不先把这个杀掉，应该是这个看守的那个的。我操，杀这个又得杀这个，哎，怎么比我想的难呢？应该先杀这个，把这三个定住。哎，对对对，这三个可以定在这个地方。好，准备 fire 之后。看看能不能定住那三个。实际上这三个应该在这个地方放引诱器，把他们定在这边。这个这边有那个人，那边哎呀有一个，哎这个好烦啊，居然有一个你。啊，应该还是应该先这边把他干掉，我就可以把这个干掉，这个是很烦的。我操，你还要看这边？嗯哼，这个的确是这样，不干掉他不行。这个巡逻队也很烦。放这上面，这上面有那个吗？啊，这上面没有，放这上面。哎，这上面不对啊，这上面没用啊，我就是要杀这个。我们看一看怎么把这个吸引住吧。放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好像也能瞟到。瞟得到你吗，兄弟？哎呀，这个好像杀不掉啊！这招不行，这个地方定不住。这个位置，我操，这个听不到，这个定没定住，这个要走了，没定住啊。啊，还是要闪，一口气一杀二杀三杀四杀。哎，你把我推下，把他推下去是好事。哎，推上去就不好了。等这个人过来再推一下，啊，找到这个跑掉了，好像有点来不及了。我把引诱器放上面也不行。又被推上去啊。看一看这次机会了。哎，差一口气。这好吧，放弃这边。这边既然已经赚这么多了，就不要贪心了。我们转战一下，看看这边怎么弄，或者我直接往上走。我操，这个上面好像越来越难了。
算了，这个就存成 7.2 吧，这个就不管了，这个就算 7.2 存档，今天的第一个存档。然后我们下面往下打，看一看这个大地图，看小地图比较明确一点。现在这个地方这个路口我还没有突破，应该先把这个路口突破了再说，把这个定住，想办法把他杀掉。Hello, let's go, my friends. Come on over. Go, go, go. Okay. Come on over. Okay. We'll try. Okay. 好了，我们又回到了我们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好了，我们现在得想很极限。哎，这引用器没开，存个盘。我们来把这个杀掉一个，应该是杀这个，不知道杀哪个。我逮到哪个杀哪个吧。你往这边转。我操，这个上面这个没杀掉，哎呀，这个好烦啊，这个巡逻哨。这个巡逻哨。你这个往哪边转？你为什么往这边转呢？直接该杀他。哈哈哈哈！哎呀，你这个油桶，这个该死的油桶，我都成功了。这个人真是烦，一点空隙都不给我。从油桶后面走，九连环，一环扣一环。好了，现在就轮到那个家伙了。我们来看看这个视角。好，他是看上面的，这个是歪脖子。我们这个还得杀在这个位置，不能杀早了。这个很好，那就杀在这个位置，不能杀早了。好了，哎呀，你还要来？这里没你的事，你居然还跑下来！我们终于把这个最难的路口打开了。哎，这个好烦呐！算了，先杀这边这个吧。哎，这个还不好杀，这个看到的，还得先把这个杀掉。哎，马上来了，还是回来吧，不要贪心。哎，早知道贪心，这个时候冲出来把它切掉了。哎呀，还真是这样，不然上面这个又看到了。谁把我看到的？这个看到了，先切它。这下面这个，我看一下距离啊，这个位置就看不到了。这个位置，哦，是和它平行的这条线上。Coming. I'm coming. Consider it done.
Okay. Just leave it to me. Come on over.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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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I'm coming. 赶快溜啊，兄弟。Come on over. Okay. Come on over. Consider it done. 好，这个引诱器解放出来了，我们可以用到其他地方去了。这个好像。得把这个引走，或者先把这个引走。嗯哼，回来，还有一个没有杀掉。I'm coming。这就是他最后一次真诚了，这个人的。哎呀，这个人还在这个地方。我到这个地方来，待会我站起来冲出去。哎呀，你这个这么细小一条缝，再试一次。等他稍微下来一点。真这么巧。好吧，我等他。把这一坨打开之后，我这个上中下就全线开花。但是这个杀，这个要看到。哎，这个我可以把它引下来，在这个地方杀。哎，刚才怎么没想到呢？这个好烦呐，杀不掉啊，这样。杀不掉啊，这个可以把这个引下来，这个地方把它杀掉，好像还是得用这招。好了，把刀抽出来，就在这个地方等着吧。不相信这次运气还那么差。爬这个位置就行了，看我能不能一次性杀两个。这边来，这边来。这个最长在哪里？这条线，这个地方杀掉。上面那个人呢？还没下来吗？哎，这个人比我走得慢啊。好了，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人干掉。这个人我们随便丢一个吧，刚才那个俘虏不该扛回来了。丢在你能看多远？哎呀，你还看这么远。我躲这个地方能躲掉吗？好，八号又轮到你的冲撞战术。看这边。我早知道你会来这一招。哎，你这个，躲哪里啊？这个地方感觉有点来不及啊。刚刚赶上，刚刚好赶上。好了，这个中间的谜团我们又彻底解开了。
这两个好像这个引诱器是可以定的吧，我都忘记了。哎，这个果然是可以定的，那还说什么？一号说我绕路，哎，没注意上面，让你一步，我们这些人很好说话的。哎，这你这个你这个这边哪个人看到的这个？别看我，我走这边总行了吧？啊，这个已经杀掉了，那我就随便走了。好了，这个就死定了，这个就再也没人保护你了。有没有人有反对意见？哎呀，这个是谁那么惨啊？又是这个军官，这个就像什么宪兵队的，相当于中国的监察委、德国的盖世太保、美国的 FBI 之类的。这个视角太大了吧。转一个盘，看一下 F3。嗯哼。OK。哎呀，我现在应该直接把这个干掉。把这个干掉才能干掉他。这个还是一环扣一环。OK。又被谁看到啊？啊，这个我可以引过来啊，直接这个地方丢一个俘虏他就过来了，或者我直接人肉一下。啊，这个还干不掉，这个还得把这个干掉。我们看一下，这个好像可以引到这个地方先干掉。这边这个狙击手能看多远了忘记了。哎，真看得到这条线，这么长条线他都能看到。这个可以干掉，这个可以干掉，这边好像也可以突破了。但现在最想的是把这个干掉。嗯哼。OK。这么小个。溜进来，我看一下我怎么溜进来。OK, coming over, I'm coming,好像差这么一点。走下面了。That's easy. I'm coming. Coming. 哎呀，这个运气实在不好。这个好像还有点赶时间啊。Okay. I'm coming. 啊，这果然要等这个走过去才行。这个，哎，这一次已经算够好的时间差了。
还是没有赶上。等这个绕过来，然后这个刚好走过去。哎呀 ，Come on over， 八号你在这个地方。哎呀，这，哎呀，我还说这次运气，哎，这次运气好像真可以。刚才按错人了，等这个绕一圈，刚刚好可以进去，然后就可以把这个干掉，这个干掉，这两个干掉，这边就轻松多了。哎呀，这个怎么会差一口气呢？跑进去啊！哎，跑不掉啊，这个。我直接杀这个了。看不到我吧？我先把这个干掉，然后那边我杀一个好像来得及。刚才不好杀这个是因为这个原因，现在这个已经不在了。小子，忍你好久了。然后好像我这个地方可以直接放一个俘虏引诱他。Hello, this way, boys. Let's go, my friend. 把这个局面简化一下，不要搞得那么复杂。We'll try. This way, boys. Hello. Okay. We'll try. 哎呀，到处都是顺风也千里，看一下他的视野最大能看多少，这个地方看不到，再看一下是不是这个地方。我去，你这个说好了一个一个来呀、好吧。哎呀，就差这么一点，好像这个人视野大，他应该能看到。哎，不走那边。要走，待会儿就会转身了。哎，这个还真没看到。你就不能晃到吗？每次一看就两个一起看到，不看到一个都看不到。这个引诱了，然后这个可以引诱，然后再把这个引下来。看到，最后一次。不会把我看到了吧？贝林王飞奔过去，一刀切掉。好了，我们来看这个超长狙击手。哎，不会这个地方把我看到的吧？存盘。Okay, just leave it to me. Come on over. That's easy.
好恐怖。应该能看到了吧，这个好像有意思和我作对啊。只有在这个里面找一个时间差了，那就哦，刚才是这个人叫他看到的，好像哎不对啊，这个可以引过来，我都忘记了，这个好像引又去可以引，这边随便丢了。这个地方埋伏一下，八号来，八号这个引诱器一开，把上面那个这个人引过来，引到这个地方，不知道听不听得见。听得到吗？你到底是听不到还是怎么回事？哎，就算你能听到啊。你不要走啊。是。我操，你狙击枪完全就是当做重机枪在开火。好吧，这个居然是个死角，放在这个位置，我躲到那个里面去。要说我先就位了再说。听不到，还得上面一点。我们赌一下那个吧，只能赌一下。摔，哎，又没听到。这个全覆盖。等他那个晃过去再说吧。哎，不对呀，是被他看到的，我还只能趴着杀。这个为什么没看到？哎，刚好看不到。OK， 这个就好了。我们看小地图，这个突破局面，这个一个我们这个相当于一个拳头一拳打进去了，黑虎掏心。然后现在我们可以来个四面开花。现在我们把这个干掉，这个就简单了，我直接引他一下。F3 笑脸，不错。直接丢出来就行了。哎呀，你这个下面这两个好烦呐！怎么上面还有个移动哨呢？他还会听到。先把这个干掉，这个干掉会不会扛不回去啊？又是这个狙击手。狙击手和你有仇吗？
Coleman. Hello. Mm-hmm. 诶，狙击手啊。啊，就是你。现在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了，这上面就只有一个狙击手会干扰我。哎，我在这个地方好像就行了，他就看不到了。Hello's OK 我们看一下他的距离，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你也看不到吗？哎，你看不到吗？哎，刚好你看得到。Okay, come on over. Okay. I'm in the car. Just leave it to me. Okay. 哎呀，这个看到了。哎，这次运气太不好了。Hello. Hello's. Hello's. This way, boys. Let's go, my friends. Okay. We'll try. 这个。我们把这个角度调好一点，看一下要在极限位置。This way, boys. Hello's. 得等这个走过来的时候，这个位置。Okay. 哎，好像还是要被他听到。哎，没看到吗？还有这种好事？哎呀，忘记了，上面还有个狙击手，刚才太嚣张了。哎呀，好危险，嚣张过头了一点，不过还好没有出大事。好，这个地方所有蓝的我们基本上都打完了，这个中间这一桶就这个地方了，我们来把这个干掉。军官，你死到老惨了，为什么要从那个方向走呢？好吧，我爬过去。大丈夫能屈能伸。我瞅下面总行了吧，惹不起你们上面的。I'm coming, coming. Okay, coming, coming over. I'm coming, coming. 满地涂的血迹。Consider it done. 从这边绕。Coming. Okay. Coming over.你老是抢我的风头。Just leave it to me.现在我想怎么样冲上来，把这个干掉。我这两个撞一下，然后我冲上来。我操，这个要的运气太高了，然后我在这个地方之后。好像进去就出不来了，算了，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贝雷帽说，我上次已经上过一次当了，差一点就没有回来了，坚决不能绝地求生，一定要在深地然后慢慢打。好了，可以存一个盘了，这个 T 存下来，看一下小地图再说。我们这个拳头已经狠狠地揍到了这个地方，
现在我们上中下左右到处都可以打。然后看一下最简单的呢，这个不知道视野有多大，我们拿八来试一下吧。这个八号也许可以看看视野到底有多大，小的话大的话我在这个下面还可以引诱一下。哎，往这边看啊兄弟。哎，太短了，那就没用了，那这条路就没啥。然后到这边来，我们从这边突破。我这个爬进来应该没有任何问题啊，现在就麻烦是这个狙击手。先到这个地方来躲一下。哎呀，你这个太着急了吧。有点错。哎，这个可以干掉。这不就简单了。来来来，这个地方放一个引诱器。哎呀，我又着急。好吧，等他们这个走了再说。哎呀，这次还听不到。怎么越放越远？越要怕。哎呀，这个在开枪吗？哎，为啥不开枪啊？你不开枪吗？你不开枪那我走了。这个地方贪了一点小便宜。这下看不到了。存盘存盘存盘。哎，好吧好吧，你们牛逼，我就丢这个地方砸。还是扛回去吧，放这个地方始终不放心啊。还没走完这个。好了，这一下没问题了。这个我看能不能引过来。啊，这个引不过来。好，现在我们就可以安心的往这个里面爬了。冲进去，然后给这个人一刀。我们这个人估计要从后面绕过来干掉他。Okay, coming, coming over, I'm coming. 这都行。哎呀，跑不掉了。Coming. Okay, coming.哈哈哈哈。That's easy.
又干掉一个草丛里面的家伙。好像这个难点我们一个都还没碰到，现在就简单一点，看看这个人呢。哦，这个不是狙击手，但是好像还是有影响啊。赌一把，赌一把。我操，这么多！这个好像是干不掉的，我们来看一看这边的视野。这边好像他按道理应该是让我们从这个下面进攻的，我们现在从上面绕过来了。这些人都没有朝我这边看的，哦，这个朝这边看的。我在这个地方把他引过来也不行啊，来不及，得先把这个干掉。干掉这个又得把这个干掉，好像就在这个地方，一个一个来。果然是这样，慢悠悠的，不着急。好了，干掉一个了。我这个好像还是真得绕上去啊，绕上去对不对吧？先这个干掉，还得把这个干掉。这个视野是怎么的？这样的。但这个视野太快了，我只能从他身后绕上来，从身后绕。哎呀，这个是守得太严实了，这个好像不行，这个我都干不掉。这个人 ，OK， 这个要坑下面看不到啊，谁这个坑下面的 ？OK， 这下面还有人看？哇，这个在看，这个也在看。这边突破好像有点难呐、啊。我们看一下用野人的引诱器能帮些什么忙，好像帮不了什么忙，就这个可以干掉。这边来把它干掉，这边来个俘虏。OK， 这个地方好像我用俘虏看他的视野，我操，还可以达到这个地方。这边呢？哦，这边都可以，这些地方。哎呀，那就好办了。这边有个地方可以把这个干掉，先把这个干掉。Come on over. Just leave it to me. That's easy. Just leave it to me. 哎呀，这么巧吗？有没有这么巧？ I'm coming, coming, coming over. Consider it done. 他马上要看到了，关键是。Coming over, just leave it to me. I'm Pelletta. 哎，谁把我看到的？啊，狙击手看到的。这下没人看了吧？好了，轮到你了。哎，没看到。哎呀，这个地方他要报警了，趁你没报警，直接干掉。这就叫眼疾手快。Coming.
That's easy. Come on over.这个地图我们一拳打进来，直接打在了这个敌人的五脏六腑上面。然后现在好像遇到了比较坚硬的几个地方，这下面应该还可以突破。这个地方我们再看一看，把这个引过来啊，这个也长。我拿来看一看这个人的视野还能不能弄长一点。哦，原来果然可以推到这个位置，又推到这个位置。这个干掉了，这个可以干掉。这个干掉，这个干掉。然后就只有这两个。这两个也可以干掉，这个咋办？这个也可以干掉，然后这个地方好像就过不去了。这个地方可以杀到这条线，还是很可观的啊。我们想办法先把这个移动哨干掉吧。我这个直接杀的话，好像可以直接杀几个。先存盘。这个八号老是乱跑。OK, we'll try. I'm coming. 我跑的距离这么那个，你都能看得到。这个地方。还是来不及，算了，多等一轮，直接把这个干掉，看一下来不来得及，应该来得及，或者简单一点，这个地方放一个引诱器，先把这个干掉，这个看得到吗？往这边转看不到，这个呢？啊，这个往上转，这个能看到。我这个引诱器现在好像用不上用场，看看上面，上面也没路了。右边好像可以。Hello. 这个应该是可以打掉的。这上面，我操，这么长，超出我想象。那就应该先杀这边的。好了，引诱器过来帮忙，不然完全干不掉。这个地方放一个引诱器可以杀一个，或者放这边。我看一下这个地方哪个地方能躲引诱器。哎，这边全部躲不掉，这个地方可以躲，他又能看到。这个地方躲不掉，只有这个地方杀了马上扛回来。妈，来这么多。搞来搞去我一个都杀不掉，把这引诱器开早了。
这个地方隐用器是可以干掉两个，这个地方来。OK， we'll fly. OK， 好。哎，这个被定住了，这个还能定住。完了，好像也来不及。去，又遇到这个军官了。这里还有一个军官，德军中尉。这个德军中尉是这个关卡里面好像视野和那个狙击手多的。这条路好像行不通，回去算了。跑过来，辛辛苦苦跑过来，好像没发现什么用途。我们再看一下有没有，我这个引诱器这上面能不能用一下呢？把这个定住，把这个定住，好像还是没用啊。我得绕上来把这个干掉，这个才是重点。绕上来干掉这个，就必须先把它干掉。这个移动哨怎么引过来呢？最多就引到这个地方，还不知道能不能听到。Hello. OK. We'll 听不到。OK. We'll fly. 听不到就没法了。This way, boys. OK. We'll fly. 哎，好像发现一个东西，把这下面两个定住。让，我的引诱器要放进来了。好，把这两个定住，等他们走上去的时候，这样他们就集体往下看。哎，你这个这么短的视野吗？这不。我直接爬过来行吗？哎，这样都还能看到，有点夸张了。你跑啥跑？哎呀，这个怎么会没定住啊？我的目标是杀这个，这个看不到，好像无所谓，存个盘吧。希望上面那个中尉不要把我看到就行了。哎呀，我说你中尉，你还真在。我爬过来，惹不起。放大一点。I'm coming. 哎，果然是这个中尉太烦人了，董大的视野。等他走了再说。你这个中尉好烦人。这下面这个又来了。那个还是没定好，必须把下面那个定住，必须把下面这个有走动的定住，不定住这个不行。
看不到吧。好，这一下就没啥问题了。这是下面还有人。爬过来，爬过来。I'm coming. Okay. Come on over. I'm coming. Coming. 哎呀！这下面这个怎么回事啊？你本来站这个地方的，就是要不是这样。你这个还不回去吗？你这个不回去的吗？哎，这个怎么会卡在这个地方了？你这个。又是一个意外的情况，我把这个引用句放这个地方吧，这样让你看到，对了吧？这下你不撞了吧？你们两个看到了，这次应该回去了吧？啊，这就对了，你也看到了，还不回去啊？你不回去也行，这次可以。好，那个也回去了。又是那个中尉，有点倒霉了。十里坡剑神之路，我们现在走了一小半了。哎，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好烦人。不行，我一定要把这个干掉，太烦了。I'm coming. 好牛逼的冲锋枪。Consider it done. 又是你，刚才就这样没爬过来。I'm coming. Just leave it to me. Okay. That's easy. Come on over.这被谁看到的啊？哪里还有人？没人看到的啊？哎呀，你这个还往上走，我去啊。啊，这时间没对，新闻没存盘呐。这个地方要是存下去就倒霉了，我还得趁这个机会一口气把这个扛回来。哎呀，时间比我想的要紧张啊！时间比我想的要紧张。准备行动。哎，你这个家伙又来了。I'm coming. Okay. Come on over. I'm coming. Coming.
这两个巡逻车是换岗的吗？这个是看到我的还是走上来的？啊，转身了。然后这个时候我把他杀掉，然后还要找机会往这个地方扛。我操，你还一步一转身，然后这个时候往这边扛，这个地方还扛不了，还得等。好了，这一轮时间来了。好，这回往这边扛。哎，好像刚刚够时间。我操！存一下。这次成功了，差不多就行了。你这个一步三回首，再进来一点。好，这次等机会了，等这个家伙。哎呀，这个时间啊，果然啊，算得极其紧张。好，下面我们就可以来人挡杀人，佛挡杀佛。这边这几个都是摆设啊，全部都可以干掉。哦，刚才还没有注意这个，哎呀，这个运气真是好，还无意之间把这个躲过去了。应该先杀这个是最好的。八号，你给我让开，免得又把我这个。准备出击！哎呀，这饺子，好像这个还要转身的吧？应该先杀这个才对，其他都无所谓。这个很烦，要先把这个干掉。杀这个的同时，还要这个没有影响到我。好像我这个绕不过来呀。哦，他往回看的时候杀他。他往回看的时候杀他。就这次了。这好像完全没可能呐、啊！这个存成固定了，不然的话待会儿更麻烦。哎，谁看到的？哪个人能看到他？啊，这个看到的。哎，不对啊，这个时候我应该先把这些干掉。这两个移动哨应该可以干掉了。我那个东西啊，你们把我的齿轮偷到哪里去啊？我的这个引诱器。好了，把这个干掉。我把这个放在我这个地方，放在这个面前吧。你也没捡起来吗？哎，还真没捡起来。好了，放在这个位置。哎，还是不行啊，来不及。放这边。杀了就往这边跑。
杀了就往这边跑。OK。OK。We'll try. Just leave it to me. Come on over. OK. Consider it done. I'm coming. 哎呀，好好郁闷，好郁闷。着啥急嘛？一点都不行。Let's go, my friends. 嗯哼。Hello. Okay. We'll try. Come on over. 这个什么时候跑上来的？哦，这个转身的。千辛万苦，一个一个。Let's go, my friend. 嗯哼。Coming. I'm coming. Consider it done. Okay. Come on over. That's easy. 这个不影响，把这个干掉。嗯哼。Just leave it to me. 这上面我放个引诱器算了。妈，放这个里面。这边有多少人？有没有那个军？哎呀，还真有一个。这个能听到吗？哎，肯定能听到。放这边吧，放这边吧。哎，这边还是有一个。我操，还没地方放，还只能放这个地方。把这两个吸引住，其他的不管。看样子。I'm coming. Hello. Mm-hmm. 这个好烦人呐。啊，这个哎呀，刚才找原因没找到，这个引诱器还是没放好，这个老是。你这个到底过不过来呀？牛逼牛逼牛逼，饶了你。这下你看到了，总该回去了吧。准备对这个下手，下手之前要先把这个干掉。这个视野怎么这么烦？我这个地方居然还躲不掉。
consider it done. I'm coming. Hi. Oh, hi. 运气这么差。先躲一下，先躲一下，被谁看到了？啊，是吧？别、欸、这个看不到啊，哎、欸、这个我被谁看到了？赌一把运气啊，只有。I'm coming, coming, coming over. Okay, consider it done. Coming over. 哎呀，这个躲不掉啊！这个躲不掉，我这个杀了往这边砍，完全来不及。只能在这个地方杀了。哎，这个人转圈转回来。还不如直接往上走。怎么搞的？这 Hello. 这哎呀，我还真说这也行。哎，刚才那个第一步爬慢了。哪有这么巧的事呢？啊，应该从这边走。哎，没事吗？你要来送死吗？我从下面走就行了，来得及，来得及。哎。哎，怎么回事啊？哎，终于完美了。现在我们来把这个尸体丢下来，非常小心的丢。非常小心的把这个尸体丢下来，然后呢，我们准备来干掉这个非常讨厌的家伙，就是这个人，卡了我好久。我们就把这一部分打完，今天这一小块打完，打不走打，然后呢，我们就下次再打。哎，我好像晚了，哎，好像这个都走不动了。
我就在这边来躲一下了。Okay. Coming. Coming over. That's easy. I'm coming. Coming. 这好像躲不掉吧？这个看得到吗？这个地方杀他，只要把这个来回走的杀了，就没什么难度。最后一次，双杀。哎呀，双杀来不及了。哎呀！海克雷萨，海克雷萨，用不着这么多人吼。再看一看，要不然先把这个赢过来。又是这个的，把这个干掉。感觉好像没可能呐、啊，算了，这个好像没可能，我得把它引上去。赶快，赶快，赶快！哎，你这个，你这个也走得太快了吧！把这个引到这个位置来，只有引到我面前了，那就。好像这个有机会，有机会，就这个位，就这个位置。我们今天就把这个人干掉，其他的就以后再打。还是躲不掉。Hello, this way, boys. Let's go, my friends. Okay, we'll try. This way, boys. Okay, we'll try. Hello, let's go. 你这个怎么老是要去听这个呢？不关你的事啊，这个。We'll try. 来，去看，去看一眼，然后你回来。实际上这个时候我冲过、哦、哎呀，这是固定哨，我去，这条线过不去了，最多就把这个移动哨杀掉，最多就把这个杀掉，出不来吗？我来帮你。哎，糟糕，撞不动这个了，完了完了完了，我想干掉这个都不行了，算了。既然如此，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吧，把这个拿出来。看来这条路现在我们也走不动了，这条路这两个地方看样子是走不动了，然后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好像还能走一点。我们先这个都走到这个里面来吧。我们现在先存一个盘，这个是我们今天的 7.3。我们下次就接到这个地方打。我们再最后来看一看，
我们现在有几个入口，从小地图上看，我们这个拳头一拳打过来，我们的如来神掌马上就要四分五裂的感觉了。一个入口一个入口的看，这个入口估计是最难的，但没准也是最简单的。这一二三，这三个人我可以在这个地方把他们盯住啊。现在比如我们来看一看，我直接放引诱器把这三个人盯住。你这个人赶快走过去重新定，走过来往这边定，不要朝着这个方向。好了，我们来看这边，这个现在好像这两个人，这三个巡逻哨，这个走得快，他们每个人的速度都不一样，这个好像可以没法调节的。我这个撞中这个冲锋枪吗？这个冲锋枪能撞吗？撞不动。我们看一下，我要是现在被人猫在这个地方，好像这个是可以的，这条路可以走，这条路是可以走，这条路肯定走不通，这边这条路也走不通，这个太烦了，居然是个固定哨。然后呢，我们下一次这个地方就还有一条路，只能从这个地方再走了，要不然就只有从右边那条路一路打到底。这条路还是有点麻烦的，这个定住之后一口气把这个干掉，然后扛走，还得这个配合，这个是最烦，我还引不到他。我们看一下这个角落，这个角落引不到，这个是最烦的，估计下次开局只能从这个地方走了。我们先到这个地方来吧，存一个盘。好了，看一下全局，这个地图今天打完之后估计打了五分之一吧，五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五分之一左右吧。然后呢，我们下一次再打，我们还是到这个局面来吧。好了，我们看到这个胖嘟嘟的头像，说你这个笨蛋，你这个作者打这么久还没打过来吗？你这个玩家，我们这个将军这个地方等，都要等，都要已经石化在这个地方了，怎么还没有人来打我啊？不是说盟军很厉害的吗？好，我们这个地方存一个盘。好了，大家再见，这是盟军敢死队，这个 PLES 二 D 版的第七关《仙剑奇侠传》的实力坡，我们这次直播就到这个地方。再见。